Hey, 各位观众，新年快乐！我们的福袋啊，终于啊，一年只有一次啊，我们来开箱一下好了。今年是这个钱鼠啊，我们可爱的小老鼠啊。那这边第一名是我们的 BMW 啊，二奖是 Toyota， 还有一些手机啊、包包啊、香奈儿香水。Anyway， 我们来开看看吧，这一次会是什么东西呢？哇！看一下，来第一个啊，烧番薯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有点像是玉蜀黍的东西啊，而且还是没看过哎，是什么原味的哦 ？OK， 这个是是什么？杰夫柔丝巾啊，赖夫的，很好。OK， 那我们再。哇，这个最重的是什么？重奶茶午后时光啊，还有一个是咖啡拿铁，好哦，难怪它这么有分量。来，你看，欸嘿 ，Hat you， 草莓口味的哦。好，再来哦，这个是。星辰 Online 的刮刮乐、啊，这应该是游戏哎 ，QR code， 有 QR code， 不晓得是可以干嘛，应该是玩游戏的吧。好啦，再来是我们的哎刮刮卡，刮刮卡，福袋的刮刮卡，来抽抽看，刮刮卡，哎，什么东西五折？哎，美式咖啡，不是啊，单件五折啊。好、哦，当然第二包，第二包一定有我们的饼干，好不好？莱尔夫就送这种饼干，而且是非油炸的哦，好像是蛮健康的。好啦，一定有湿纸巾，好不好？干，一定有这个啊。我们酱嫂呢说出了一个迷字音，我把它消音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一定有，难怪这么重，好不好？来，所以它一定有这些东西，一定有湿纸巾，好、哦，还有什么？一定有 Hat You， 一定有星辰 Online 的这个东西，这应该是赞助商吧？应该就是合作厂商给的，然后来办个活动。OK， 来，我们来抽我们的。我们来看看它可以刮到什么东西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告诉我又是咖啡哦。果然呢、欸，哎、欸，茉莉茶、原蜜茶单件五折，难怪没人要抽啊。好啦 ，Anyway， 可能这次手气不好吧？那喜欢的人就去抽吧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